哎，没说你，没说你。他怕热，哦、里边肯定有空调，啊、他能他特狡猾，他知道哪儿凉。啊，好可爱！他喜欢被摸，还有下巴，他特别喜欢被的。那一摸他就不走了。哎呀，就哦，我都没见过这种相机。是要我哦？啊，您这是哦，得晒一会儿哈。对，得晒一会儿。啊、您这是 GoPro 是吗？不是，不是，啊、你 GoPro 差。那也是相机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哦、那我是盲拍。哦。我就根本就不看他，嗯。啊、来来。嗯。哦，这个也是这种相机吗？对。这个。对。就是这个拍出来是这样的。嗯、哦哦，原来有个那个叫什么？就是一个公不叫什么，一个公司专门帮人那个帮人编视频的，叫因斯泰克，好像就这个字儿。对，那应该是他们。嗯。哦，他们清晰度很差，就是。嗯。那你，哎呀，对，这贵吗？这种相机？这个。不会太贵。不到1000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那你还不如用一个好的相机呢，你拍了一个不清楚的，就是这个，就是然后你立刻拿出来，就是想对对，你不需要那么快，你买个打印机马上就开不去，馋它馋，没有事，但它不会偷东西，它绝不偷东西，啥也没有，就是凉快啊，对，它喜欢凉，它不会上床，它就好奇，哎呦，这里边那么多东西呢，对，您看看，嗯，我没给你踩脏了，没事，不会不会，他喜欢凉，他毛太厚。哎呀，真可爱！哦，他会找水。他喝水？他喝吗？他喜欢。哎呀，他那马桶是干净水吧？没关系，他就会，他会找水喝。他不是，对，他是靠那个舌头跟四个脚掌降温，所以他老喜欢舔水。来说，他从来不叫。所以他特安静，哎，要有水，喝水吧，喝水吧，喝水吧，真乖，来来，小到他喝不了那么多，来来，喝水喝水，真乖，真乖，哎哎，能够到吗？能，是吧？他特别聪明，我们也就是他最不喜欢洗澡，我一说给他洗澡，他就藏起来了，是吧？对。狗，你家是只比熊？哦，日本熊啊，也是那个小的吧？啊、小的能活20几年，这种大狗活到12年就是极限。嗯，不敢想。对，哎，前两天它都站不起来了。啊。然后先，不去说说说，说。是吧？你看他走路实际上是一瘸一瘸的，你觉得就跟走猫步似的，其实他是瘸。对，手机都比那快，我看你是什么手机，这是 iPhone 的。哦，那对，你那个都比那个照的好。对，是啊，所以你还是用，那个确实是像素没有那么好。对，那个就是来得快，小孩老喜欢来得快，但快不快没意义，你照一个不清楚的。哟，这手是粘成故意粘成这样啊？嗯，是。哦，我以为是粘坏了呢。来，人家过生日了，你走吧。走了，走了。谢谢你们。谢谢你们啊！谢谢你们，谢谢。走吧。啊，你们一会儿把你时间一会儿光你就没法玩了，没法照相了。来来，走吧，走吧。来，谢谢啊！哎哎哎哎哎，真乖，真乖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啊！哎哎哎哎哎哎哎，你粘这门的，让他给你照特好看，这门很罕见。哦，我们刚拍。哦，谢谢。哎，小孩真好，年轻真好。哎，这就是土鳖，这就是土鳖，嗯，这是土鳖。这是土鳖的雌的，就是母土鳖。母土鳖那时候能卖钱，嗯，我不记得是几分钱一斤来着。你逮一口袋，用开水一烫，全烫死了，然后在太阳底下再晒干了，
这好像叫什么东西，就叫土鳖虫，土鳖虫。嗯，中药里有这味儿，多恶心啊！所以我一想中药，一看这虫子蜈蚣，我就觉得恶心。嗯，这边有两个胡同，一叫大墙缝，一个叫小墙缝，后来改成大祥缝、小祥缝，他们老爱说小凤祥，小祥缝就叶剑英他们讲。